历新年前最后一天的上班日，苗栗县县长徐耀昌率领秘书长陈冰山以及各局处的首长，带着今年设计的金五迎春猫里喵造型福袋，来向同仁表达恭贺慰问之意，感谢大家坚守岗位为民来服务，也期许在新的一年苗栗县能够更加进步繁荣。一字排开，列队整齐，同仁们欢喜迎接神秘嘉宾的到来。趁着农历新年最后一天上班，县长徐耀昌在秘书长陈冰山以及各局处首长的陪同之下，走访府内外各单位，送上新春福袋。今年防疫考量，不逐一发放给每位同仁，改由局处首长统筹协助发放，满满祝福依旧不减。我们也比照往年啦、在放年假之前到各个局处走一趟，提早跟他们拜年贺节，然后也感谢他们这一年的辛劳，发个这个一个福袋。那因为今年疫情还是在延烧啊，所以我们遵照中央 CDC 的规定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的发放，整个交给局处长统筹来发放。今年县府共印制20000个新春福袋，以金虎迎春吉祥贺词象征新的一年，展现十足活力。造型也融入了可爱吉祥物猫里喵，设计为立体样式，不论是收藏还是摆放在家里办公桌，点缀环境又讨喜。我也跟他们开玩笑，今年是最后一次跟他们拜年，明年要换别人，所以给他们给他鼓励，希望大家继续的为我们苗栗的各项殷勤应格，还有这个各项的这个业务来努力，一直要求他们的所谓的创新、求变、接地气，永远记在心里面，好好的为苗栗县这个55万的乡亲谋最大的福祉。感谢同仁一年来坚守岗位，协助县政推动。县长徐耀昌勉励大家继续为民众谋福，同时也特别提醒，在春节连续假期出游返乡，务必将口罩戴好戴满，防疫不漏洞，才能安心过好年。